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咧我就要介绍下我嘅呢、這个应该唔系叫化妆袋，应该系我嘅百宝袋，系有啲咩先？其实咧百宝袋里面咧就唔系好多百宝嘅啫，都系咧我谂女士们咧都会有嘅嘢啦。首先咧就系、是、润唇膏一支，因为 我去到边咧。如果沒有潤唇膏在身邊，我就很沒有安全感的，即我覺得唇一定要潤，即是乾我就覺得整身很不自在，所以呢潤唇膏我是去到哪裡都必帶的。另外就是有一支天然的眼藥水，因為我的眼睛是很容易乾的，可能我曾經做過 LASIK 的關係，所以就做尤其是化了妝一定要滴眼藥水的，所以這個是必備。還有唇膏啦，咁有唔同嘅質地啦，亦都有唔同嘅顏色啦。咁就係、是、咁我補妝嘅時候咧，就會可以轉一下啦。咁啊有，其實咁多種都用唔曬嘅一次過。咁另外就有呢、這個，呢、這個都好中意嘅我自己。呢、這個係咩呢？啲人成日都唔知道我喺度做緊咩嘅。佢係一個潤滑，唔係潤滑，即係滋潤手指皮啊！呢個叫咩啊？指甲邊潤滑指甲邊的一個honey 味的 nail treatment， 咁呢個都好緊要嘅，因為咧有時搽 hand cream 咧都搽唔到呢啲咧指甲邊，咁所以咧喺冬天咧咁就好緊要嘅。如果唔係咧就好多順便搽埋，咁如果唔係咧就好多嗰啲皮我好唔中意，成日會棘到啲衫啊，或者咧有時會好痛啊咁樣嘅，係啦，順便搽埋先依家。OK， 同埋佢好香嘅，有 honey 味。跟住咧就用仲有啲咩咧？啊，仲有呢、這個啊，仲有 hand cream 啦，即係頭先搽完嗰個之後啊，搽 hand cream 啦。跟住有呢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 grapefruit seed 嘅一個軟膏，佢咧就係、是、譬如有時有啲敏感啊、唔舒服啊啲皮膚，咁啊搽少少咁樣保護啦，保護個皮膚啦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拜拜。